江总裁，哎，啊，刚刚请我两个过来，你是感觉我较歹剃头哟？哎，你安尼讲哦，我嘛同款甲你尊重啦。是讲迄个土地即马会当开发啦，我希望你会当尽早考虑一下。有影是大总裁无唔对的，唔拿卡手咩？所有个人拢伫你遮。啊，进前迄武当诶，找啊一师傅去处理，拢无在调，啊，你一出手啊，就解决起来了。是有影才能讲诶。哦，等等，你这人真正有够高才艺诶呢。卡叔讲哦，你甲武家哪够有啥物怀疑？完了啦，我本人亲身哦，西来怪手来挡土。阿伯，你唔免做这停刀啦，而且最近你身体也无好啊。嗯，我若无咱做，是要安怎说服恁老爸啦？而且哦，我这种沙暴身体。哎，那是当平安无代志，嘿，还表示讲这个开发案哦，绝对妥当的，敢确定？虽然讲啊，这灾厄啊，无一定马上就会发生啦，啊，不过一旦开工动土，这钱落去就无再着反悔啊。啊，人江总裁一定重视你啊，生意用嘴讲，啥拢嘛要讲。你说你无需要事事行行哦，拢针对我，无听着，咱就有可能会当变亲家呢。就是讲啊，哦，凡事到尾啊，爱感觉歹势的人是你哦。我是咧歹势啥货啊？我哪有可能啊，跟恁做亲家啦？我哦是真欣赏温柔，俊才，还佫漂皮。我是感觉你刚超越金树培啊，免讲我真好听，这是听下知恁想要用恁这个方法啦，把我的后生保护掉，要我们爸仔囝乖乖听恁的话，然后再佫想办法把阮黑市集团吃掉，恐怕恐卖兵帮啦。爸，你卖甚物代志拢想袂晓无？你超个超越。我超越只是好朋友尔，唔是你想安尼啦。是啦，我甲文瑶只是好朋友尔。阿爸阿母，恁真正误会啊。无喏，别项我唔敢讲，啊，不过这吼，我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感情代志顺其自然。嗯。你是要甲我空入去你的局？歹势，我袂高兴啦。那两百亿啊，我绝对会用上短的时间啊来还你。以后唔能够摕这条来跟我压。班长，班夫人，请。领导到到，我来准备一挂下酒菜。这吴信贤真正就无出脱嘞呢。就算母甲无伊位置，嘛无需要做来遮做红星啊！真正甲母甲面子下了了。这了爸啊，咱想要打伫个生意头壳顶，换无济啦。哇，夫人，啊你遮尔啊关心吴万新民哦？别人个查某囝，你有法度安尼疼伫心？阿廖安，你这个某真正娶了无唔对呢？做啥物别人个查某囝？亲子鉴定一出来，本地人家己都心灵是老糊涂啊！搁把迄个了乱的传说紧赶出门啊！哎，我是要甲一寡吼，迄见到碰到想要吵架的人口讲一下啦，莫想要甲我的脑筋哦，动到阮素媛身上。啊，若无好处无摕到，恐惊颠倒去食着见啦。哟，一份亲子鉴定报告出来，郑清波伊就无怀疑，完全相信你了。啊对了，万条万，啊你遐穿几号？啊你问出要怎啊？我要看卖啊，你穿的 size 是米格罗在因同款啊。啊1000几鞋啊，这鞋啊你得要穿好闲啊，
你若是穿了会好势啊，你未来会行阳关大道；啊，你若穿了无好势，你可能直接去行山路啊。陈老师，你个出手，你是要偷落地啊？莫遮尔啊戆啦！我是好意来甲恁提醒一下，地情报无遐尔啊戆啦，无可能讲恁安尼讲伊就完全相信，恁都要较注意。结果即摆呢，他袂输我是好心好雷金呢。我只要个高位人哦，吹塌起来，我就免烦恼讲我丈人是不是后背伤啦。那最近天气寒，我会帮你甲土用较高位啦。好啦，这威胁的话你就包包起来啦。对啦，张委员，我听讲你甲老虎皮已经见过面啊。当时的状况我唔知影是不是有火虎皮呢？讲认真讲起来，当初是老虎皮啊，害你甲米姑娘啊，今仔去款地步啊。结果你即摆为着万条万，你真正愿意做万夫人哦？你真正愿意看米姑死甲怎样完哦？我当然无可能放过老虎皮。卖过去搞到个高高天啊，迄拢是上要紧的代志。对，啊是安怎？丁会官替你安搭地情报，就上要紧；，啊伊家己的完成就不要紧。你安尼对丁会官完全无尊重呢？陈长生，我警告你哦，你卖搁伫遮三两五阿无感情。当初啊，我替老虎米，甲丁会官逼走啊，我心内我感觉真袂得过。我现在想要退出头，这样叫做西龙。欸，林翁啊，怕你恢复记忆了后啊，会对伊气嫌啊。所以哦，你要希望伊替你讨回公道，我看你就要等老死人啊。陈老师，哎，好，别冲动啊。敢讲，你真正要让陈西龙一个，搁再加到加高高点？当然不是，多加一条。我早把你偷回来，不过陈中生，你超工在我面头前讲起这件代志，绝对无可能是要替我讨公道。你到底想要得到什么好处？你直接讲。那是丁伟官的头壳较清楚啦。莫叫丁伟官，伊是第三员啊。凊彩啦，我是要跟恁讲啦。地形坡只老狐狸啊，真紧就感觉倒位怪怪啊！而且伊即马甲罗在英啊，要共同开发木家伫个台中迄块土地啊。万一到时啊，罗在英若佫看到丁，啊，歹势，我佫讲到丁伟官啊。啊，到时你想地形坡伊安怎看？那安尼，我就尽量莫出现伫伊个面头前。我相信伊嘛无可能遐白吧。会甲过去的家丑四界讲。重点是我一讲假，爱甲地震部佮罗在英开会啊。因为江中人伊强迫我一定爱甲伊做伙来开我迄块土地，所以我惊，若是万一有一天我无注意哦，碰一个老狗去，啊，结果地震部就顺着山咧查下查下，就查出真相那边啦。唉，都讲到底啊。你就是要威胁我，好啊，讲，你是要什么好处？若是你想要买放你的基金哦，我当给你认购啦，给你赚大钱。哈哈哈！哎呦，万条万，我今嘛要来给你下套，啊，你煞反头要跟我套。你的放你基金哦，因为彭彩霞的关系，今嘛金管会已经注意啊呢，你搁想要骗我去做一只船仔顶最后一只鸟鼠哦？我看下敢唔只好骗？那无你是要安怎？讲阿母比较无命，对你嘛无好处啊！唉，咱袂讲啦，我嘛无想安尼做啦。其实啦，我真无想要甲罗在英哦做伙开发迄块土地啦，因为迄块土地哦，唔知安怎就是无我缘。啊，佫无法度啊，因为江中林啊，伊即马是阮黑石集团的大金主啊，伊强迫我都爱开发土地。我无迄个底气，甲伊拒绝，你看我悲哀无？总共一句啦，伊藏伫黑市集团有200亿个资金，假使讲迄条钱我有在条行，伊甚至我有搁较侪资金会用当说，安尼我就无需要看江中人的面色，我嘛无需要甲罗在恩继续高高甜啊，对无？200亿，
陈忠信啊，你阁真敢开哦！我敢有讲，我要赚两百亿啊！啊，无你想要偌济啊？至少嘛要五百亿。五百亿？哼！规矩我给你五百万啦，五百万你摕去买药啊，会当给你食个里头啦。哎，当初啊，罗家风土财条给咱讨啊济钱啊，啊，我即马手头这条秘密。敢无计大只？你当作拢是金矿，凊彩予你学了五百亿。你毋是金矿，啊毋过啊，你有学金矿的迄个资产啊？地青埔的身价几千亿啊！啊，若风力基金哦，还袂倒，至少嘛成千亿。安条安，迄拢是别人啊捧来互你的呢。你若是摕来塞我的嘴啊，以后地青埔的财产，你定要摕着啊！要我提五百亿套你的厝，我甘愿提一亿找凶手买你的命。陈良生啊，你跟我甲差不多就好。要对付我，嘛是 OK 啦。是讲你敢有想到小雨还佫有禁欲啊？我若真正有甚物代志啊，因绝对会调查，啊查来查去，查去你身上安尼，你想怎变啊？陈条案。你的大汉查某囝已经离开你啊！你乖啊！你真正搁要不甲去伤着你细汉查某囝金玉的心？你好好一个假钱要不甲弄假线体，安尼敢好？五百亿买恁一个美好的将来，无贵啦！一句话啊，我著甲你拍一个这360亿，我拄好赚360多，轻松自在。买唔太？我较晚就要甲卢在英去开会啊！你真正甲我讨一条钱，就甲你嘴读起啊！曹远，你真正要回钱啊？唉，咱这单中心该给我啦，我那年金都已经失败过啊，一箍仔的资金又赔起来，今麦搁要靠我？单中心啊，我看你这世人哦。料会比赚搁较侪，做啥物生意？开去哦，去卖我面线，上无嘛卖较少。迄面线单若倒啊，我阁当做一个互你。感恩啊！多谢万党诶，你甲我岛内360亿。啊，若我面线哦，我会买来甲你友好。好啦，那今仔日恁两个，豆豆恁即摊我有接。哎呀，我听阮爸讲，江总裁真欣赏你，伊有意思，要甲你甲超越两个人做对。我嘛感觉恁两个真适合，大家拢真期待恁的发展。你敢会感觉有压力啊？王阿姐。我甲文瑶拄只伫阮阿伯遐，一直去用杀作堆，害文瑶伊爸爸就生气的。啊，阮家走出来呢，你即马莫阁滴个倒菜刀，我白讲啊。陈忠信，人讲拍歹人的姻缘是会七代线的，陈忠信是凭啥物管啊？文瑶，你莫管恁爸爸，家己的幸福是爱家己争取的。你唔通袂记哩，你真一段感情，就是因为伊，才会无结果。所以我希望你当表明你家己的态度，莫阁由在恁爸爸控制你的感情。啊，若无恐惊你这世人，拢爱孤单一个人。姑姑妈咪讲了无唔对哦，我相信你天天安只小姑姑。一定也希望你会当幸福快乐，你赶紧走出来，去追求属于你家己的归宿啊！阿伯，今麦你边啊，就有一个这么好的缘分，你就要珍惜这机会呢。